喜欢看跳舞的哥哥不要忘了屏幕左上方五星五星嗨翻天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然后喜欢我的人可以点点屏幕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感谢大熊，谢谢。好，带给大家第一支舞蹈。你开始你的舞蹈，好吧？为什么我的双面镜打不开了呢？
喂，哎，累死我了，好久不来跳舞了，感觉要累死了。怎么这么黑呀、啊？好黑呀、啊！喜欢小雅的歌，胖了，不是不是，我好像那个视频效果选错了，感觉显得你好胖是吧？我才100斤不胖，能不要嫌弃我吧？只是看着不胖，实际是不胖的。看你脸也30，对我长得比较显成熟。你觉得有30，那就30吧。这是换了一个人吗？没有呀，还是原来那个跳肚皮舞的小雅呀。喜欢看小雅的哥哥，屏幕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啊。手机用户在这里，在这里有一个桃心，点一下就可以了。哎，这就对了。我们喜欢30的，就是有人喜欢30的，还有人喜欢，只要长得好看、身材好，80也有人喜欢，是吧？喜欢看跳舞的哥哥，不要忘了屏幕左上方5星5秀的嗨翻天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啊，勾一勾。来，小雅的屏幕右下方这里，这里屏幕，这里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我就这一个麦序，结束了可能就看不到我了。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漂亮就行。不是，我不老，你们怎么能这样子讲我呢？我只是长得比较显成熟，脸比较圆一点嘛，脸圆的就比较显成熟，你们不能这样子找我。好了，我再跳个舞啊，跳个慢的吧。怎么可以这样，我伤心了。伤心了。
自己直播间跳的很少啊。阿姨好，叫姑姑，叫什么阿姨？叫姑姑。感谢送礼物的哥哥，喜欢小雅哥哥，屏幕右下角直播室通知勾一勾。我的视频可能有点问题，有点模糊不清。屏幕右下方直播室通知勾一勾啊。感谢夏季飘雪，谢谢刷跳舞空中刷礼物的哥哥，刚刚谁送了一个壁咚啊？谢谢啊，谢谢刚刚送壁咚的哥哥，跳着跳着出来一个男人。啊，最后再给大家跳一支舞，跳不完了，记得点直播室通知哦，不然就看不到我了。喜欢我的点一点啊。